我不是常常回去巴西啊，所以我当然去回去巴西，爸爸妈妈很开心，然后回去真的开心，很开心，非常的开心。应该你回去不是都要钱吗？没有没有，很开心。然后爸爸就跟我说，好，那你来了，那我们要做一个 barbecue 嘛，哦，然后他说，啊，你就是食材嘛？没有，不是，他是碳。然后爸爸就说，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超市市场买东西哦，然后你就在家里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就会来。然后他就去买东西，结果他都没有回来。有，他有，可是我跟你讲，重点来了，躲起来。重点来了，他去那个超市市场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叫做说，哎 ，Danny， 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帮忙？他说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个买一送一的啤酒，然后买太多了，然后我就搬不动东西，然后我说没关系啊，那我等一下就过去啊。然后到那边的时候，他买好多个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今天的 barbecue 有几个人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你妈妈、我，然后彪哥而已。”可是他买了好多好多个啤酒，因为巴西人很爱喝啤酒啊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说：“你可以买一送一啊。”